重点新闻：火把教会第一个以色列圣地旅行团，踏上耶稣当时走过的道路，将圣经从平面走向立体，跟随耶稣的脚步，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，在旷野中读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再次经历上帝的爱和保护，实在是太恩典啦！嗨，亲爱的火把人，经过一整周的禁食祷告，你心中渴望圣灵的心是否又被熊熊的烈火给点燃呢？让我们用祷告开启全新的一个月吧。时间是4月1号的10点到11点20，地点在火把教会办公室大楼。更多认识神，认识真理，火把新的一季的装备课程已经开跑咯，时间是在4月19到6月27，鼓励所有参加完 T1 经历神营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成长班哦。另外门徒班也已经开课了，鼓励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报名参加。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火把人，第一届的领袖班也已经开课了，鼓励所有的小组长还有事工领袖们来跟我们一起跑垒咯。耶稣就像我的妈咪，我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。如果你还不太认识他，欢迎你报名与耶稣相遇课程，让你来认识这位最爱你的妈咪。时间是4月到6月星期五晚上的7点到9点，欢迎各位报名来参加哦。耶稣的复活对我而言是生命最大的盼望。下礼拜六的复活节特别主日是在我们的火把办公室大会堂，而礼拜天呢，则是在公务人力发展中心。欢迎各位一起邀请新朋友来认识生命当中的盼望吧。你喜欢唱歌吗？你喜欢创作歌曲吗？那你一定不能错过2015火把好声音之我为你转身。欢迎所有喜爱歌曲以及创作歌曲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报名参加哦。学生们，2015年 Ignite 前传星火前哨即将开幕了。这次的活动是为了 Hunger Shot 的提前训练。Are you ready？ 鼓励各位可以向你们的小组长报名参加擂台赛以及暖身赛哦。暖身赛的时间是4月11到4月12，地点在火把办公室。而擂台赛呢，则是4月18的9点到12点，地点在台北市立的南门国中。欢迎各位一起报名参加哦。刘小云传道，梦其实已经在你生命中开始一点一滴实现了，但是呢，你明白不过来，神就透过人，你旁边的人，让你知道。侯丽婷传道，你要看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选重用的，虽然你常常会觉得你好像很多事都不会做，但是我必加添给你力量。案例牧师受职典礼，时间是在2015年4月4号的下午2点，地点在新店行道会卓越美和堂小 B 坛站，邀请火把人一同观礼祝福哦。以上就是本周的 Touch News， 我是主播尹宗，在这边提醒大家下周三的周三祷告会，4月5号复活节主日，2015年全新一季的火把装备课程。及与耶稣相遇课程，2015年火把好声音 ，Ignite 学生联聚，也欢迎所有新朋友在会后到我们的新人区，让你们更多认识火把教会，也让我们更多认识你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